来到海大，我也是海大一个学生。然后我想说有这么几点啊。第一个就说我读过就说苏格拉底有句话就说就叫做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自己的无知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但是苏格拉底，你是说我是苏格拉底吗？您先不用，我先说完了。好，第二就是我知道的一点点就是我需要自由，民主是值得保护自由的一种方式，就说它的形式是什么我们不重要。第二个，第三点就说我得很遗憾的说你确实侵犯了我的自由。为什么？我可以举两个最基本的地方。第一个，我们俩的话语权是不平等的，就说你提出了四条观点，我没有任何一条可以反驳，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在这里说得很好，你回去住宾馆了，我反驳你，我可能进小黑屋了。第二个就说这位同学请不要打断我，请不要打断，你应该有这个风度，请不要打断我。这位同学，我告诉你，不要打断我。我现在想听的是你的问题是什么。我的问题来了，你问你的问题好不好？着急啊，你坐台上。我得先把我的利润写完，简单的表你一定要做完。你一个提问的机会，你展开这个长篇的叙述，从古希腊说起，从苏格拉底，从自由。简单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提个问题，不要讲太长，提个问题在这里的好吧，同学。你的问题是我可以扔鞋吗？啊，我觉得您侵犯了自由，在这个国家没有违规。你这种没有审判你这种人的法庭，你这个你行为粗鲁，行为是，你粗鲁行为在大厦就是不容许的啊。自由是啊，这个就是这样自由啊。来了，我觉得我应该那你麻烦你没有这样。